想要知道在 KK 一块钱可以买什么吗？今天我们来到188 Bistro 88，走，跟我来。那你猜看这杯 cocktail 多少钱呢？有十多块这样咯。错，才一块钱买的。OK， 这个呢就是 muscle pasta， 里面呢它就有这个 muscle， 还有这个spaghetti， 还有一层薄薄的 cheese， 还有它的那个 tomato sauce， 是、哦、我们吃一口先啊。它的味道呢，酸酸咸咸甜甜样的。你知道这碗多少钱吗？多少钱哦？才一块钱嘛，真的吗？只要今天你 join Yamers， 只要你 spend 超过200块，就可以花一块钱来 redeem 这个好好吃的 muscle pasta。OK， 要怎样成为 Yamers 呢？很简单，只要你去这个网站 register 就可以了。